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增温，也带动收视上升。我也想知道，我该怎么证明我是真的喜欢你？待在医院照顾生病的钟瑶，罗宏镇与钟瑶两人同床共枕，感情逐渐增温。奇怪，到底是搞什么？逸飞扬，鸡汤呢？顾名思义就是用鸡做出来的汤。请问你的鸡呢？身为 CEO 的罗宏镇甚至亲自下厨煮鸡汤，融化钟瑶的心。偶像剧剧情充满粉红泡泡，也连带拉抬收视，开出 1.2 红盘加鸡。而罗宏镇在拍戏现场被小编搜包，也被发现私下很粉红。粉红色的、啊、玫瑰口味的口香糖。你拥有的东西都是我平常有。不会拥有的，例如什么？粉红色的充电宝啊！高大帅气的罗宏镇，戏里戏外都粉红，被亏反差大，很有少女心。反观重要的包包，保温瓶，保温瓶，对，这里面是喝什么？这边是水，有时候会泡一些养生的东西。环保筷，包包装的简单，让钟瑶笑说自己不像女生，但其实也颇贴近她饰演的职场新女性角色，也无损偶像剧女神风范。罗宏镇在剧中对钟瑶贴心照顾不断，还霸气示爱。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这样大费周章。不会，你是飞扬第一个带回来吃饭的女孩子，爸爸高兴你睡不着觉。最新一集罗宏镇将带钟瑶回家见家长，两人感情火速发展，让观众相当期待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